大秦治水这边呢是给的进攻牵制力压制力比较强。看看这个球给的怎么样，头球球进了，球进了，奥斯卡，奥斯卡，奥斯卡果然啊非常有灵性，复出的第一场比赛就有进球，打进了这个赛季个人的第六个进球，也是近六轮比赛陕西大秦治水的第二个进球啊，终于是。